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他吃那个很容易滴滴答答？有没有？滴滴答答，他的乳化剂跟安定剂加的就很少。啊，那种有一些到融化都还不会沾到你的手的哈，那个就是一层那个油的乳化剂跟安定剂，所以让你的，所以这种哈，这种热量一定比较少。对，健康。不过刚刚营养师讲到这种就是比较水分比较多的，也有包括刨冰啊，对，如果刨冰好好挑，应该也是蛮健康的。哇，刨冰好开心，夏天就是要吃刨冰，没错。而且现在那么热，我几乎就是有点不好意思这样，一天一刨冰。可是因为刨冰，你每次加来加去都是那些料啊，吃久了，其实就算你加水果呢，其实吃来吃去还是有点腻。有一天我就跟我老公说，哎，你去买那个刨冰回来，冰回来我们自己来做，自己刨。老公就说，你干嘛要那么麻烦？买一碗才几十块，你干嘛要自己搞？然后就我就说，你就是去买回来，我弄给你吃。然后弄回来呢，我就做了一碗漫步在云端。我下面是用那个刨冰，然后可是里面呢，我自己自制的是柠檬，蓝色的柠檬苏打水。那么厉害，怎么做得到？对，就是我买那个栀子花的色素，本来是要买蓝色糖浆，后来发现栀子花色素可能比较食用色素啊，它比较天然一点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柠檬汁跟那个苏打气泡水，就是苏打水的意思嘛，这样子，这样你知道那一杯喝起来真的很清凉哎，而且你知道那一杯这样拍照有多美吗？然后所以我里面都没有糖分，所以我上面是棉花糖。就是棉花糖铺在上面，就很像一朵云呐，然后这下面是蓝天，然后上面呢，我再撒那个跳跳糖。哦，这些都不是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上面那个很可爱的东西？彩色的，对，这个就是来又要来跟你们介绍，你们都没有看过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彩虹气砖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买，我这个也是跑了超多家超商才买到的。它现在真的红到不行，而且他们呢，只要吃冰啊，上面就一定会撒这个。嗯，韩国的那个网美啊，他们吃冰一定会撒这个，然后按赞数都会很多。所以呢，我也把这买来，然后撒在我那个上面，然后我老公就非常的佩服我。cheese 算奶制品啊，但是要小心，它还是那个钠含量的时候还是会高一些些。哦，我们来听看，真的比较健康一点，比较健康老人家的吃法，老人家。最近天气真的太热，热到我每天都只想泡在冰块里面，真的，所以就也跟佩姬一样，就是一天一刨冰。可是你这样持续着一两个礼拜，你就会发现那个体重慢慢就是跟爆表一样持续往上升，就发现不行。这样吃下去真的不行，而且我本来就是很喜欢吃那些什么芋圆、荤桂、米苔木，哥来，对不对？王道，王道，有没有？但是有点年纪的时候，我听我妈妈，小心会烫的，嘉欣有听过吧？就想说改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，像吃一些什么野果啊、蒟蒻啊，或者是凤梨这些高纤的食材，可以帮助自己排便啊、排水肿，可能比较健康，而且。一定要吃黑糖清冰，哎呦，因为就觉得黑糖比一般的红砂糖更就是健康一点。哎呀，黑糖清冰吃冰也要顾健康。所以这样子选购会真的有差吗？热量会真的比较低一点吗？还有就是配鸡蛋的吃法。就是那些 cheese 加上去，真的也会比较健康一点。就我知道美珍的意思，就是说放了黑糖就感觉比较健康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里头有维他命啊，什么矿物质啊。我跟你讲，就吃一盘青菜可能比较实际。对，热量一样，热量一样，没有差异这样哦。对，那但是我觉得它有些东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，就还不错。就是说，比如说像它的这个有很多的，我们去吃刨冰都会有很多的配料。对。那大家可能对每一个配料其实概念也没有办法记得这么清楚，就给大家简单抓。就是每一个配料或酱料，因为比如说有百香果酱啊，啊，或是有什么炼乳啊，或是有什么什么酱哦，每一个酱或每一个料，大概平均上下热量就是抓100卡。好，那你看哦，你今天如果抓4色冰4种的配料嘛，其实大概那个冰没有热量啦，糖水一定会有热量，就大概就会一定有400卡，包含那个冰一定会有400卡。对，好，那当然就是配料也有比较热量高跟比较低，我们就来看哦。那我觉得刨冰其实还算是我觉得我会给小朋友选的一种，因为它里头有一些叫做高纤维区的。嗯，你看这些五谷杂粮，讲实话，现代人也很难煮这些东西，对，可是反而在吃刨冰反而可以吃得到这些，所以就是带小孩吃，我就会选这一类的东西，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选项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，好增胖选择，因为有些人真的很瘦，他想要增胖也是一个。瘦这个增胖选项呢，就刚才是配。
佩姬的那个选项，对，就是佩姬的上半部有没有？他刚才讲的冰淇淋的上半部，基本上的什么糖糖、棉花糖，我还看过最新的有洋芋片，哇，配料还有洋芋片，我想说太炫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叫增胖选项哦，那就是低热量的选项，就是刚才像这个美珍说的啊，就是有菊若啊，或是我们一般的仙草、艾玉都是，或者白木耳啊，这个白木耳有时候会看得到一哈，不错啊。那再来就是什么是健康挑，就给大家一个原则，就是如果是水果，新鲜的水果一定会比加工的水果来得好。那再来就是健康挑啊，比如说花生，它的热量它是油脂，所以它的热量一定会比我们的这些豆豆类哈，就是淀粉类的热量来得高两倍的热量。对，就一样的汤匙的时候，它的热量是两倍啊。那再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建议，就是说天然的东西，像是红豆、芋头、地瓜，这还是要煮出来嘛。这些是天然的食物，它会比就是再次加工，像汤圆、饼圆、布丁这一类的东西，它热量相对都会比较低这样子啊、所以给大家在这个刨冰的时候有一个选择这样。所以其实像现在市售很多刨冰啊，其实有很多那种料可以选择，而且其实数起来四五十种跑不掉。对，那到底呢有哪些健康问题要注意呢？我们吃刨冰跟我们刚刚吃的那些冰淇淋、冰棒差别，它食品添加物其实已经少很多了，有没有？它就是你看得到，它就是用冰，然后再加一些我们讲一些红豆啊什么那些。但是它还是有几个哈，每一年到了那个夏天，什么台北市卫生局啊什么，到时候会去稽查一些东西。一个，你们思考过，你跟戳戳戳那块冰块，它是什么做成的？自来水，煮熟的水，还是地下水？这个要打个问号。它真的帮你煮熟了再给你冰起来吗？煮熟是要花很多燃料的费用，冰块那么大一块，那么便宜。好，第二个，我记得小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，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，有他们在拖冰块，因为冰块真的很重。因为冰块不能双手捧着嘛，对不对？那么重，所以它已经拖来拖去啊。那些他们再把它切成那个小块放在上面刨冰，哎，下面是不是有？我在想说那些脏的东西，所以这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，冰的来源。所以他们最喜欢去检验你冰的生菌素有多少，常常那什么大肠杆菌生菌素含量，你吃完之后就拉肚子啊，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。第二个。台北市卫生局最喜欢去检验，就是你那些抹布的砧板，就是你工作的那些环境。你们想过，它是一个高糖，其实我们的果汁机啊，那果汁机它真的是很干净，里面洗，帮你一直清洗清洗。他觉得说这个先弄完果汁，他们可能用一些水就稍微倒过一下。然后还有那个砧板，切水果的砧板，还有那块抹布，因为很黏嘛，他们会这边抹一抹，那边抹一抹。可是这边抹一抹的细菌，那边又抹，所以这个叫交叉感染。那这个包括咬的汤匙，咬了这个东西再咬那个东西，所以这个倒是我一直在讲说吃刨冰最大的，很多人吃刨冰自然蛮容易拉肚子，很多人说啊，你可能吃太冰了，阿嬷就会跟你讲吃太冰了，对肠胃道造成拉肚子。我倒觉得是生菌素过高造成的那个急性肠胃炎，这个是最常见的。哎呀，要吃就不要想太多。可是要吃。健康，我每次说，我什么都讲出来，没有说服力，对，没有说服力。因为我自己超爱吃荤桂跟汤圆的，可是长辈都会说那个不健康什么的，可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吃刨冰就一定要加这两个药，这两个料，不然我一定会受不了，一定要吃到这样。然后，可是这个冰呢，是因为朋友就介绍我说。因为他怕那个不健康嘛，然后他就推荐一个非常健康的食材，然后带我去吃，然后我自己吃上的时候就非常爱这家，它有很多颜色，对，很缤纷，对，可是它是很天然的食材，它不是那种人工色素啊，它像那种黑色的是用竹炭下去做的，然后红色那个粉粉的粉红它是用红橘，然后那个黄色它是用三枝子下去做的，然后那个它还有一个蓝色是很特别的，是它是用蝶豆花下去做的，然后它的料就会非常。的请大家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它会加那个红豆跟绿豆下去调，是很好吃，很 Q， 很 Q 弹。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很特别的是，他们连冬天的那个汤圆都是用四彩颜色，然后连小孩子都可以吃。对对，好好吃。吴老师他连红豆都很有诚意，他红豆感觉有加紫米。对，对，你有知道那个？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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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很爱，我都带他去光顾这间店。是要小心的，就不要让他给到那小小口就可以了。但说到小孩，我就要介绍一个，因为我每次我发现，因为很爱吃冰嘛，可是你要有带小孩，你常常会吃不到冰，就是你带一块来，然后正要吃下去那一口的时候，就啊，然后就好像我在这边是要三秒钟把它吃完呢，还是要？你们形容的好贴切哦，对对对。然后是有时候你走在路上，就是你只是转身用一下它，以后这只就是整只手都是用到你的整个手臂都是，所以呢我就很爱这个。啊！谢谢。其实呢，他之前就是他大概两年前的时候，我就超爱他的，对，那时候还没有进台湾，那时候没那么不哇。对，他没有进台湾，他是最近才开始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为了要吃这个冰啊，我是请朋友从台。我帮我代购，一次代购一箱，而且你知道代购狂哦，一箱可以吃，我怕没有可以吃，不是因为你就是把它冰在冰箱，因为这个其实可以放蛮久的，然后就把它冰在冷冻库，然后你会觉得很舍不得吃完，就是每次你就大概吸一点，然后再大概吸一点点，然后就想再把它冰回去。不过没有吃过，它吸起来是。他就是先放冰沙，就是我通常都会把养乐多冰在冰箱，对啊，然后没有我跟你家小时候，可是我们家小孩子都是把养那个多多把它冻在那个里头，就当做冰棒啊，现在也都是很方便，而且才最贵10块而已。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哦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哦。